继续新品展示，这一期是刊登员的流浪者。虽然知道这波新品都是以红黑为主，但刊登员的皮肤除了颜色有明显变化，其他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单从颜色看，黑色就占了一大部分，那脸黑也就不足为奇啦。聊聊啦，作为一个在恐惧症时边缘疯狂试探的反面教材，我实在是太沉默了。曾经位于等待队伍救援是最煎熬的一段时间，但眼睁睁看着来救人队友倒在你面前，继续等其他人来就更煎熬。危机时刻神婆出手，在片刀后我们被救了下来，聊聊啦。闪现不存在的，还为这次秒飞，但神婆拼命的找一条线，然后再见。